同月同日同时间那个时间段一模一样，只是那个年份不同而已，慢了四年，一模一样历史出现，当场死亡哦。哟，等下，我们真的在后面追的时候，真的是看到四个，一个撞他旁边玻璃，一个撞他后面玻璃。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巨盛满堂的杜远龙秀，我是你们的百物师 Isa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 Simon。那今天呢，我们又来到我们的零的新生。今天的故事又是我来为大家分享啦。OK， 其实今天零的新生的故事嘞，有点奇奇怪怪，无法解释，又带一点恐怖，跟 Highway 有关。因为我有一点好奇。OK， 说 Highway 哈，这 Highway 就是我们的高速公路，很多人就讲，哎 ，Highway 很多事情 ，Highway 很多车祸 ，Highway 很多惨死的车祸 ，Highway 很多奇奇怪怪事情发生 ，Highway 很多那种看到那种奇奇怪怪灵体啊 ，Highway 很多故事。对，其实 Highway 讲真是非常多的这些事故发生。那今天呢，这个故事就发生在2018年。OK， 2018年呢，这个有一个地方 ，OK， 我们就不要讲地方，我们就大概讲这故事就好了。好，2018年的时候呢，4月4日。四月四日。对，2018年 ，OK， 我就讲一个日期好不好？2018年4月4日的时候呢，今天有这个两个人在玩飙车，你懂 Superman 吗？不懂。Moto。哦，我知道。啊 ，Moto， 他们就是飞车，呜，然后那个脚在后面这样。那个很帅耶，我看过人家在 Highway 之前。什么帅啊？很帅，真的帅。虽然是很危险。很危险，什么帅？但是很帅。不要教坏人。OK， 所以那个 Moto 呢，他们的脚就这样飞，呜。这样子哦 ，OK， 所以呢，他们就在一个 highway， 然后那个 highway 哦，它有那种转来转去那种山上的 highway 来的，他就呼呼啊，脚飞了，又这样了，又那样了。OK， 这两个人呢是两个男生，然后他们就约好在这边，然后他们就玩了很久了的，玩了几个钟了的。下山了、啊？不是下山，他就指路这样子，然后弯来弯去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啊，然后那个 highway 哦，他们就是这样子玩了几个钟这样子，会累了。然后啊，突然间呢，他们偶遇两个人，也是飙车的，他们就一起玩哦，但是没有讲话，他们就这样子，就是人家在摩托，你也听不到人家讲话，就，我看你，你看我，这样子，然后过后就 OK， 那就一起玩 ，OK， 呜，这样子 ，OK， 这四个车呢就轮流了，这样四个车这样子，然后就一起玩这样子，然后就飙啊，看谁快，看谁快，看谁快，然后就呜呜，然后他们就比谁快咯，然后过后呢，有一个车哈、哦。那个车哦，就是驾的车啊，不是摩托啊。对。那个司机就讲：“妈的，你们这些啊，飙车党啊，你们这些飙车党，害死所有人！我跟你讲，我是不会让你过了，因为他们要飙那个车嘛，那个车不要让他过，他就这样路他，对，就这样子一直遮住他的路，就是一直 blocking 他，对，一直 blocking 他，就是不要给他过，然后一直找他麻烦。然后讲就是骂他们骂得很过力就对了，但你们可以早点去投胎啊，你们玩这种东西本来就应该去投胎啊，很坏嘞，对，很坏，对不对？他就在那边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然后过后呢，这个四个人呢就在那边玩哦，哇，我跟你讲啊，有两个啊，因为那两个男生呢，前面他们自己玩的时候他们是黄衣的，然后另外两个呢是红衣的，就是后面来遇到的。然后呢，这个黄衣的跟红衣的一起玩的时候呢，然后前面有一个车，然后那个车就一直挡他们的路，对吗？所以变成那个车也跟着飙，也跟着快。然后他讲，哇，这个车啊也是要跟我们飙车的。然后呢，那个红的也飙，他们就直接呜踩那个油箱，撸着去前面哇。飘逸。对，没有飘逸啦，就是那种这样子，可能他踩180，我不知道摩托有没有180，因为我们驾过摩托，但就是是车跟摩托在飙啊。没有，那个车先飙了，他讲不要让他过，然后 block 他了过后就直接拉油吗？是。对，然后过后呢，这个红衣的也跟着，然后那两个红衣的也跟着走，然后这两个讲哇，你们真的要玩哈，看是谁赢哦。结果一飞，然后过后面有警察啦。那他们一飞的时候，后面来警察。他们后面有警察，前面有警察，但是很远，前面警察很远，已经围路了。你懂那种铁，那种放铁围路了吗？对。啊，那个放铁围路，他们已经在前面 block 路了，不要给他们再跑了。然后后面警察也是摩托在追，他讲，那个 over， 前面的这两个
加速的这个摩托跟我停下来，跟我停下来，你们已经违反交通规则那种啊，他就叫他 stop 下来哦。OK， 他们两个没有听，他说哦惨了，警察来了。然后呢，他们就都飙，然后那个红衣的又飙更快，他们两个也跟着飙，然后结果怎样呢？一飙，然后那个车一转，为什么那个车转呢？因为有 roadblock， 那 roadblock 他没有看到，他也是这样很快，所以他一闪，他一闪去旁边呢，他变成哦，本来那个路是直直的，嗯，那个车变这样，斜，对，变斜，所以呢，那两个哦，一看到他们来不及看嘛，他直接撞。一个撞他旁边玻璃，一个撞他后面玻璃，哇！然后是当场死掉。然后他是怎样撞的吗？他的身体哦，栽去他的那个玻璃里面，你知道吗？就是直接撞进去，两个当场死亡哦。你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两个了？是。黄衣那两个死掉，那红衣呢？红衣去哪里 ？OK， 那红衣要去哪里？你们全部应该听到。一头雾水，到底那红衣在哪里？因为不是四个人吗？对呀、啊，然后跟那个车对吧？那个车司机，对呀、啊啊。虽然那个两个黄的撞了我，然后 block 全部已经 block 了，红的嘞。红的，好像。所以我跟你讲，刚才我们是2018，对，刚才我们是2018年，对不对？2018年4月4日，对吗？对。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今天这样。对。但是呢，我跟你们讲，2014年4月4日。凌晨2点，飙车族在同一个地方死了两个人，同一个，一样撞去旁边跟后面，就是重演历史。对，呀，等下，对，他就重演历史。对，这个飙车一开始是两个人，对，但是在半中间有四个人，对，但是在后尾呢，还是剩两个人，对。一路以来就是那两个人，就是那黄衣的，所以一路来都没有红衣的，对，只是他们在跟红衣的在飙。对，所以呢，他在骑车的时候有看到红衣的，然后那个骑车，因为警察也是看到有四个，你知道吗？那个警察是有在的，警察在后面，有了，有警察呢是在后面追吗？前面也是 block 路吗？前面有讲四个 model 停下来，我警察也看到、哦、有，然后他们 report 给那个警察局那边，叫其他的支援来，就是其他的那些警察要来 block 路。对对对，他讲前面有4辆 block 住他们，那个警察也看到，但是呢撞的时候只看到两个 model 跟两个那个摩托车跟那个大的车罢了，然后就觉得你是不是上报错误？然后过后呢，他们就打电话去问了，哎，怎么你们刚才 traffic 讲了是两个，哎，是四个，不是两个而已咩？怎么我们只看到两个，另外两个在哪里？是不是走掉了？但是哦，那个地方完全没有走，因为它是那种 highway 啊，旁边都没有地方走了，就是 barrier 全部就是 block 着的。对，都没有地方走了吗？所以他讲怎么还有两个没有？他讲我们真的在后面追的时候，真的是看到四个。但是呢，真正发生的只有两个，然后他们在回去警局啊，才翻的时候，他们才看到同一天、同一个月、同月同日同时间那个时间段一模一样，只是那个年份不同而已，慢了4年，一模一样历史重演。哇，有一点难 process 哎，哎，你想一下。追车的时候有四个，警察也看到四个。对，但是撞的是黄衣跟黄衣撞。对，但是那个司机也看到四个，一个死，两个死。哦，两个一起。司机受伤，因为他是撞嘛，那个司机就这样这样子嘛，然后就受伤了嘛，就撞了嘛，他没有到这样严重嘛。但是那个摩托是后面来撞了。你懂吗？就是因为他已经斜过去了，对对对，所以他就 block 着那个路，然后那个他们太快就直接冲下去撞了。哇，有一点刺激耶！你想一下，2014年4月4日已经发生过了，对，2018年4月4日同天同日同时间，对，又发生，对，但是这次只有两个人，上一次也是两个人了。这次有四个，但是真正只有两个。对，所以那两个就是那个4年前死掉的。我跟你讲，你知道吗？我想到有一个 highway 的那个故事，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彼得的那个故事。对对对，对，有点像那个东西，有点像那个东西，所以变成我觉得这个故事很
你很难要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你知道吗？你讲他去找替身吗？又有一点点像。他好像不是找替身哦，他好像是在玩哦。不是，对，很像要警告他们不要做我们的历史重演，但是呢，他们不要听，所以他们也跟着走。哇 ，at the same time， 你想一下，他可能跟他说啊，不要重复我们做过的错误了。对。但是他不要听，他不懂，他以为他们在玩。对，因为他们跟着一起飙嘛。对。然后我跟你讲啊，那个嘴尖的那个车司机啊，就是多来了，就是造口业做的，本来好像跟他没有关系的哦，他就是偏偏要去这样子骂、哦，然后他就骂什么呢？重点是你知道有四两吗？他就去骂。妈的，你们这些飙车族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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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讲什么死一死什么，所以他照这个口业，他讲出来哦，全部在听了，你知道吗？他去骂那个红叶了？没有，他去骂全部。哦，骂全部。对，他骂全部，所以他讲你们这种就是害，就是祸害人家在交通规则啊，害到别人啊，什么什么车祸都是你们害的这样，所以他就很气，然后去讲这种话，然后过后呢，全部在听哦，我跟你讲，那个司机也是中，全部中。对，全部中了我，但是confirm当场死亡是那两个，那个司机后面有没有死，我们负责反正不懂，反正是受了重伤就对了。然后他车也是棉，啊、所以、这个、有一点很沉重的一个故事，对，够烈。所以我要领个新生啊，是唯一一集哦，我感觉我不管讲去解释，真的是很。不懂怎样去解释，因为你讲到这个车祸的故事，我一个朋友也是，他在纽西兰，他18岁，车祸、其实也不是他的错，虽然他是喜欢飙车，也喜欢驾跑车，对 ，OK， 但是他也是有一点叛逆啦。然后有一天，他的母亲叫他回来吃饭、很久没有见母亲了，然后在路中间驾车回去，也是半夜凌晨，但是他不是飙车哦，他是刚好嘞。巧合遇到喝醉酒了，直接撞了他的车、然后就这样当场死，但是对方没有死。我在想会不会是他们去世了，太因为是一秒之间就直接意识不清了，你知道吗？就是直接从人直接变成零这样子，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他们还没有 process 到他们已经死亡了，还是怎样，就是他们一直逗留在那边，还是在继续飙，就是一直在那边轮回、重复这个 repeat， 对，每个晚上在飙，或者每年的同日同时在飙，就是 repeat。对呀、就好像你说的那个彼得的那个故事，对，那个也是在海威的啊，懂的人就懂啊。对，所以我都觉得很难解释，但是呢，其实又不是完全没有的故事哦。因为为什么呢？我跟你们讲，有一个故事哦，这个东西呢是我之前中学有一个老师去世，那其实呢，这个老师呢是一个科学老师这样子啦。然后呢，我们就去学校咯，照样每一天。然后呢，我明明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明明看到他走去校园，就是进去叫我的，哎，老师 ，Good morning。他也跟我打招呼，我还看到他手上买了早餐。然后呢，他们跟我们讲呢，他们全部因为我们有那个什么学校会议，那个很多人站在那边那个 assembly 啊，对 assembly 就全部人聚合一个地方。然后呢，校长就有讲，哎，这个什么什么老师叫什么什么名，今天早上的时候驾车的时候要来学校的路上已经去世了。那我讲怎么可能，我早上明明才看见他，你要骗我。我心想，哎，不可能的。然后我就心想，不可能是那一个老师，不然应该是我想错了，应该是同名还是什么。但是、他早上讲哦，那个 SMB 讲完了、下午我们全部排队要去找那个老师去他的 funeral， 因为他是在家里附近，然后很快就已经送到殡仪馆了。你看第一天的第二天，然后我们就全部人排着队要去他的 funeral， 跟他见最后面，全部学校我们走路去，因为很近嘛。然后我明明看到他，他也跟我打招呼，他还拿着早餐那个柜，我都还记得是什么柜，怎么可能？就是在我面前，你知道吗？不可能，那时候你几岁？那就是一个人，那时候也是十多岁吧，中学的时候嘛，我就啊。然后啊，不止我一个罢了，你知道吗？不止我一个人看到，我的朋友也看到，而且我的朋友还上报纸，因为他讲他看到，我就没了，我就静静，我就觉得不可能啊，那老师不可能。然后那些报社的人啊，就来问，那时候那个人就讲，哦，我看到，我就想我也看到啊，怎么可能？就是不是我一个而已，你知道吗？很多人一起同时看到那个老师
还来学校今天早上，但是他就是去世了，这样他怎样来学校呢？这很奇怪。对呀、啊，那个时间是他来学校时间已经 after 他去世时间了哦，你懂吗？所以我这个领了新生啊，就是很多这种巧合，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也是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啊，或者有听过这样子。对，因为这个真的很难解释，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去世的时间太匆忙了，就是突然间蹦。对，而且有时候啊，这一些故事啊，很多哦，都是发生在那种突然间 accident， 对，或者是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去世这样子，他们才会有这种东西反映出来哦，是不是？对，所以我跟你讲，今天领了新生有点可怕，是很可怕。你说他们在那个 highway 在飙车。对，已经这样多年了，他们还是重复在飙。对，但是哦，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大的能力、这样大的能量去做出一个 scenario 给人看到？这个才是厉害一点，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要解释的东西来了。这个有一点像，这个有点像什么啊？以前他们开战的时候啊，世界大战一跟二啊。对。虽然他们有些是突然间被枪射死啊，打仗的时候。然后你看到的时候还拿着枪。啊，你看到的时候，他们过了很多年，二三十年了、啊，你去探灵，你还是看到他们走来走去拿着枪。对，你还是可以听到枪声，还以为他们还在打仗这样。啊，对，他们不知道他们去世了。他们自己就觉得他们还在打仗。对。然后我们活着的人看着他们还在打仗。对呀、啊。是很奇怪的、哦啊、对呀、啊、很奇怪的现象来的。所以呢，这些灵呢，大家，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去哪里啊，或者半夜啊，或者是我们在 highway 啊之类都好啊，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最好闭嘴，对，不要在那边诅咒人，不要在那边造口业，不然你就是那个衰的那一个，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啊，你旁边那家车是人是鬼，这很恐怖。有些 highway 的半夜的故事啊，就是听有车驾过，但是没有人驾的。对，是不是？对，就是那个车自己跑，然后过看进去没有人了、啊、然后或者是有些人看到是纸扎人来。我跟你讲 ，highway 呢，高速上呢很多故事，太多故事了。但是今晚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有点刺激。对，因为已经发生过，我还以为那四个人是那两个人，那四个人朋友对吗？啊、朋友、哦。重点是很多人全部都看到在那个当下，到他们撞的时候，那些才不见。OK。就是到那个撞的时候不见了。好了，今晚你们好好睡觉。Have a good dream. Have a good dream. Okay. Have a sweet dream. 你们好好睡觉啊，不要睡不着啊。你们不要睡觉，然后梦到那个飙车党那个脚在后面。哎呦，是有点恐怖。对啊，我跟你讲，真的很恐怖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很多地点也是那种 location 啊。他讲，哎，这个时候啊，去年的时候一模一样时间也是发生了这个事情，这么又重新过。很多这样的 case， 你们去上网找很多。所以呢。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然后做事要小心谨慎 ，OK？ 所以呢，你不知道你会得罪到谁，或者可能是灵，或者是人，你也不知道是人是鬼，也不知道。因为呢，跟我们说一个秘密哦，灵喜欢掺杂在很多人的地方 ，OK？大家今天灵的心声呢就到这里为止啦，所以呢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灵的心声呢，快点下面留言讲出你们的看法跟你们对这一个事件的看法或者是分析啊之类的，然后不要忘记一定要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然后记得要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在下面留言你对这影片的看法，或者你还有什么主题想要看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都会看哦。所以我们领了新生，下一次见，拜拜。我们是杜眼龙秀，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发布影片，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发布影片哦，拜拜。拜。